正嘅名。星期天来扫一下街。荔湾区，广州的老城区，2000年广州古城的很老的街道。你好，冬天的广州还是很严的。到理发室，在逗你。这房子得有些年头了。父亲节周边。13块钱。
还没开始营业。好的小姐。
拍的特色点，我就拍特色点。拍特色点。怕什么？一个居民。不会怕什么？你这么好看，拍一下怕什么？广州的小巷子，这么漂亮还怕上镜？